接下来这三天呢，这个人的卡就会在我手上。那拿到他的卡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订的商务舱嘛。我们把菜单上的特色调酒全部点完一轮。那这样子呢，不知道到了日本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直接很好奇。有调酒，然后有清酒。我觉得这边喝完一定得醉吧。跟你讲，现在日本讲的就是为了要测试说，我到时候喝着喝着还有没办法好好的说话。觉得这支影片到最后会是他拿着现在这台麦克风在拍我的丑态。那在飞机上狂喝酒的感想是什么？你在痴呆吗？做什么效果？Hello， 我是莉亚。今天呢是一个临时的特别企划，要拍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人在一个非常奢华的地方，还有漂亮的空间走过去。我现在呢人在新宇航空的商务舱。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呢？是因为我跟男友一起去东京拍片，重点是主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对这三天的行程当中，我都是刷他的卡，不管我怎么刷，想怎么刷都可以。欢迎男朋友袁大头。接下来这三天呢，这个人的卡就会在我手上，可以想怎么刷怎么刷，尽量刷。好爽啊，有冤大头。那拿到他的卡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订的商务舱嘛。那我是第一次搭商务舱，所以我对商务舱的任何的设施啊，还有他提供的服务完全都不知道，就是一个乡巴佬的概念。但是刚刚在菜单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吸引我眼球的事情，就是他有超级多种调酒，换算加一下应该有20种调酒，从基础的到特色调酒，超多。于是我现在来做一个挑战，把菜单上的特色调酒全部点完一轮，然后在机上把它喝完。那这样子呢，不知道到了日本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直接很好奇，就直接开喝吧。总共有五种酒，而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有调酒，然后有清酒。我觉得这边喝完一定得醉吧。里面有那个清酒当基底的，这是威士忌当基底，然后还有 Vodka 当基底。直接混浊喝起来，我会到日本之后就没办法拍片了。还是这是男友的计划筒，这样子他就可以抛下我在饭店自己出去爽。那我们先从单纯的清酒开始喝吧。哇，它虽然是酒感重，但是在尾韵的部分是顺的、温润的，喝起来其实不会有那种辣喉咙的感觉。只有在一开始喝下去的时候，米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说，哇，好像味道比较重一点。实际上是好喝的。哦，虽然它不会辣喉，但整体来说呢，还算是蛮高浓度的酒，15%啦，还可以。米有一些调酒要再更浓郁一点。那接着来喝这个威士忌当基底的调酒，应该是都蛮烈的。加柳橙的话，应该可以盖掉一些威士忌。去的时候更轻，超级像在喝蜂蜜伏菜汁，也不会有酒感。但是呢，在最尾韵的部分，会突然有个辣感冲上来。啊，简单的介绍完了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努力的喝，努力的喝，喝到下飞机。我这支影片到最后会是他拿着现在这台麦克风，我
在拍我的状态。喝太多的话呢 ，menu 上面也有台湾招牌的珍珠奶茶，可以解解酒，毕竟它整杯都是牛奶。现在最早的计划的，我们的牛排奶茶计划，这三年下它不是大同，它到现在其实发明还不到大奶茶。如果喝醉了，还不知道我们坐哪里。只有点熟点，老师，我觉得也没办法再喝更多了，我不知道接下来再喝下去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。接下来呢，就安安心心，等一下飞机的量。各位，我们终于到成田机场了。这一个女人呢，刚刚在商务舱上一天到可以一直点酒，她就喝了四杯还是五杯？我东京的天气看起来普普通通哦。啊，在飞机上狂喝酒的感想是什么？你在痴呆吗？做什么效果？那就等于在这个按摩椅上面，然后享受着这个喝酒，然后如果是坐窗边还可以看风景。还好，但窗边是我坐。对，讨厌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。到现在的状况觉得还好啦，就是想睡。我觉得星宇有一个点要帮他称赞的是，他算是少数。起飞前就可以点香槟的，说商务舱是起飞前可以点酒，但通常只有白酒跟红酒。以星宇来说，爱酗酒人来说是一个加分项。我没有爱酗酒吧？
你没有？我应该没有了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订阅了，对，订阅。拜拜，拜拜。各位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崔小姐的袜子，直接丢在人家床上。是人家床上，啊、是我的位置。我的位置。Oh my god！ 现在什么状况？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！你不要这样子啊！注意家教啊！